资深摄影师强烈推荐拍的光影婚纱照，集美们一定要拍它拍它拍它，先记住我素颜的样子，我怕一会儿不认识自己了。还有我家的这位憨憨，请忽略他，对镜头比较紧张。拍了光影婚纱照后的我一起来康康成片吧。 And the winner is